看经文，热天子长行第五句，勇猛不退转天子得无碍光普照，令一切众生以其精爽解脱门。清凉大师在这一段里面给我们注的文字稍微多一点，为体力障惑，用而随通，故曰无碍。这个通这一个字，实在讲呢很重要。真正通达，这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换一句话说，所有的问题这发生都在一个不通。我们人的身体都知道啊，筋膜血管，即使是非常微细的小血管啊，或者是神经，如果不通了，必然是局部麻木了，就生病了。大的管道不通了，那要命啊！啊，畅通无阻啊，这个人身体才会健康。世间人情世故啊，亦复如是啊。只要能通达，问题就没有了。啊，人与人之间，过与过之间，族类与族类之间，啊，宗教与宗教之间，最怕的是彼此互相不相往来，啊，没有沟通的机会，所以产生误会，啊，产生矛盾，引起许许多多是可以避免而且不必要的一些麻烦争执，甚至于战争，都是因为不通啊。啊，所以中国古人呢讲得好的，政通人和啊，人与人能够和睦相处啊，怎样才能做到呢？就是一个通的问题啊。正，所谓正，就是大众的事情，社会大众事情都能够通达，都没有阻碍，社会安定了啊，世界就和平。那么我们今天是不通啊，有障碍，迷惑就是障碍。这个是，这不是小道，是大道啊。
这个地方通了，所有一切问题都通了。这是从根本上讲的。体力障惑，这个体就是我们的自信。真心真如本性。那么我们要晓得，今天我们的自信真心不能启用。原因是在哪里？原因是有迷惑，有障碍，就不通了。这个佛才说啊，烦恼无尽，誓愿断了。把烦恼断掉，自然就通顺了。那么由此可知，烦恼不能不断了，非断不可啊！你要不断，你永远就不通。换一句话说，在六道，在十法界，有的受了。我们羡慕诸佛菩萨，羡慕这些大圣大贤，只有羡慕不管用啊，要效法，要向他们学习。他们为什么都通顺？我们为什么有障碍？诸佛菩萨绝对没有吝啬，大慈大悲教导我们。只要把烦恼断掉了，从内心里面去断了，问题就解决了。从哪里断起呢？从执着断起。我们一般讲的烦恼，最重的执着就是六道轮回。放弃执着，就超越六道轮回。执着，你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完全变成了情识。诸位要晓得，众生的情识跟佛菩萨的般若智慧是一桩事情。那么换一句话说，情执要是不执着，就变成般若智慧。所以为什么要执着呢？事出世间一切法，随他去吧。随缘而不攀缘，攀缘就是执着。佛菩萨有智慧，佛菩萨真聪明，恒顺众生。你喜欢执着，你爱执着，随你怎么执着。佛菩萨决定不执着，不但不执着，连执着的念头都不生了。所以先要立执着，就是立这个烦恼障啊，立见思烦恼，
这个我们学佛一定要从这里着眼呢。见思烦恼里面第一个身见，我们在晓得第一个是根本的根本，身见执着这个身是我，坚固的我执，一切众生就为这个执着，就为这个我造了无量无边的罪业，他自己不知道。三途六道受无尽的苦报，佛看在眼睛里面说，可怜悯者，这真可怜啊，自作自受。哪一天觉悟了，放下了，你就得大自在。学佛的同学大概每一天都念心经，心经头一句观自在菩萨，人家用观，观就是不执着了，不攀缘，我们不会用啊，我们用情，用想，用情，用想，决定不能脱六道轮回。人家聪明用观，观就随缘，情跟想都攀缘。后面见佛的后面四条，总而言之一句话，都是自以为是。这个错了，想错了，看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大病啊！我们在一些经论里面读到过，如果能够将见惑断除，这个就是错误的见解，错误的看法，能够放下不再自以为是了，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换一句话说，不再为这个身造业了，你就证虚脱还果了，圣人虚脱还地位虽然不高，保证往后不落三恶道了也就不错了，不出犯三界呀，他的果报总在人天两道，绝不堕三恶道。在大乘，在华严，初信位的菩萨，初信位的菩萨跟小乘须陀洹差别在哪里呢？刚才讲了，断证的功夫相同，都是断
见惑。不同的呢，小乘没有发菩提心，大乘发菩提心。所以断见惑发菩提心，就是华严经上的语言叫初信位的菩萨。他的智慧德相超过小乘初果很多很多。我们要懂啊，我们要真干啊。再进一步，再放下思惑，思是错误的想法，见惑是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贪嗔痴慢疑我见。真心自信里面本来没有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通通是从妄想执着生出来的。自信里头虽然没有，可是生出这些东西来要障碍心得。自信的智慧德能不能现前，就不通了。被他障碍了，必须得打通。果然能把私惑也断了，这个人就证阿罗汉果了。在华严经里面，相当于其性位的菩萨。可是诸位要知道，智慧的能啊，超过阿罗汉很多，阿罗汉不能跟他相比。这还不是这个地方的意思。此地这个通，还要继续把分别、把妄想统统放下。分别是尘沙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这个叫知自性上的障碍啊，统统远离了。所以用而随通啊，信得其用，没有障碍。故曰无碍，无碍是这个意思。那么从这一句，我们就想，这一位日天子是如来化身，不是凡夫。凡夫没有这个德能，只要到这个境界，若身若智，俱得成光。智慧是光，这个身相也是光，我们凡夫实在讲
障惑太重了，我们见不到光了。什么人能见到呢？心清净的人见到。这常说有定功的人见到。这个一般也有练气功的人也能见到。凡是练功，心都要清净。心不清净，这个功就发不出来。功是什么？能啊。自信的本能啊。世间人念这个功，这个能力很小。往往这些能力不是自己练的。自己练的有真实受用。不是自己练，那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呢？是外面力量附身的，很多很多。他自己不知道啊，以为自己有能力，其实不是的。这个事情《楞严经》上说得很详细，说得很多。附身的这个精灵离开了，你的能力完全丧失了，必遭往难了。你在社会上妖言惑众，你犯法了，要判刑的，严重的判死刑，轻一点的也得坐牢啊。都楞严就明了了，现前社会太多太多，古来的社会也有，我们在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这些记载。所以楞严这部书，我们中国人赞叹他，开智慧的楞严。这一部经是妖魔鬼怪最忌讳的一部经典。我过去讲楞严，把它比喻作照妖镜。你细读楞严，妖魔鬼怪你就有能力觉察出来，你可以看得出来，你不会上他当啊。身有光啊，鬼神也能看得出来。心越清净，光就越大。这个心思紊乱，妄念很多啊，光就小，光的颜色也不一样。诸佛菩萨的光金色光明。其次的有黄色的。红色的、灰色的，还有黑色的。到黑色几乎就没有光了。人在走好运的时候，光很强很深，就衰运的时候光就没有了。
鬼神也不怕你。有时候他的毛病习气也会现形啊。现形是欺负人。有意无意欺负人。都是烦恼习气在作祟啊。我们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鬼神有时候也不能控制自己。所以我们晓得身智都是光。周而不偏叫普照啊。这是诸佛菩萨。诸佛菩萨心地清净就放光。心地平等就普照。凡人虽然有光不能普照。为什么呢？心不平等。所以诸佛菩萨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慈悲，佛光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这个就是文里头啊，精爽这个意思。爽，我们凡夫讲爽快，朗爽，清凉大师在此地引《大基经》上一段经文：过往护法增长三种精气，三界许许多多的天王都是菩萨化身，这我们在经上常常读到的。菩萨在那个地方修行呢，自行化他了，护持正法，所以增长三种精气，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留意的，护持正法。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正法，这三种精气就消退了。谁懂得护持正法呢？不是内行人，他不懂啊，他做不到啊，一定是内行人。换一句话说，一定是佛弟子。圣贤弟子，他懂得护持，他知道怎样护持。这三种精气，第一个是地精气。简单举个比喻，如五谷丰收，我们今天讲。物产
丰收啊。这是属于地精气，可是现在人，我们跟他讲这些，他不相信。现代五谷杂粮的种植，科学家经过精细的分析，明了其中的因素，可以用人工的方法来增产，用人工的方法改变它的基因，做到了。但是这些食物我们吃了，因为它没有地的精气，那个养分味道都变了。我们现在也慢慢习惯了，这个习惯是慢慢麻木了，很难觉察到了。同样的稻米，同样的蔬菜，现在看起来很好看，可是不是味道。诸位同修，如果你细心仔细去观察去体会，我们今天三餐所吃的，这跟中国大陆农村里面的地方，还没有开化的地方，你去吃吃他们的东西，跟我们现在人吃的味道不一样啊。也就是说，那些乡下没有开化的人心还淳朴啊，还有一点精气啊。五谷杂粮蔬菜长出来虽然不好看啊，味道鲜美，跟我们现在吃的确实不一样。你不细心留意，你不能够发现。你去做个比较。植物如是，动物就更不必讲了。这个已经开发国家里头，他们吃的这些肉，是饲养的。我在台湾听一些同修告诉我，台湾养猪用化学肥料，猪长得好快，六个月就长大了，就可以杀了。鸡是六个星期。所以人吃了这些肉啊，都生一些奇奇怪怪的病。为什么呢？他那个饲料不是天然的，人工造的。
啊，可以促进他的发育。副作用非常严重。啊，我们虽然是不吃这些肉，但是可以能想象得到，决定是不是味道。为什么呢？这里头没有精气，这是说我们生活环境里面。第二呢，讲的众生精气，这是说一切众生的形貌端严，少病少恼啊，人有精气啊。如果我们要做个调查，做个统计，当然现在世界人口不断在增加，疾病也在增加，这个医院也不断在增加。啊，古时候没听说医院，没听说过。啊，你看看，你查查二十五史，二十五史里头没有医院，近代才有医院。啊，为什么呢？众生精气失掉了。形貌也变了，体质也变了，医报正报啊，都不好啊。我们要明了，这两种是果报。第三种啊，这是讲的因，善法精气。啊，我们今天把善法舍弃掉了，人不相信修善得福，不相信修善得善报，以为得福啊，得大富贵，造物可以带来，造物好像很快能够带来。啊，夺取别人的权位，夺取别人的财富，供借自己享受。以为这些人高明啊，以为这些人能干呐，啊，效法学习的人多了，圣贤之道。一般人讲的是好听，没用处啊。依照他们所说的，在今天的社会活不下去啊。这是社会许许多多人他们的看法。正不正确呢？我们要拿事实
给他看了。我们这些少数人，依旧守住圣贤的教诲，也认真努力在学习，学习多寡姑且不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也活得挺好啊。很幸福，很自在，没有说活不下去了。在家学佛、依教奉行的人不少，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都经营的不错啊。学佛的人还有慈悲心，还有良心，真正发菩提心的人，他的事业一定是更美满、更顺利。得到社会大众的赞叹拥护。为什么呢？他为众生，他不为自己，自己辛苦经营，为谁呢？不为自己，也不为家庭。为那些苦恼的众生啊，众生如果失业了，没有收入了，衣食没有着落了，你说这个生活多苦？菩萨发心，经营一个事业。这个事业为社会服务，社会为国家服务，国家为整个世界人类服务，在家菩萨事业就是行菩萨道啊，这善发精起，不是菩萨做不到。清凉在此地也举了几个例子，善法精期、布施、持戒，信等信尽念定慧，无根无劣，这都是属于善法。天王所说的精气就是指的善法。令一切众生以其精爽。那么由此可知，天王是以智慧德行
德行就是身光，教化众生，帮助众生增长一切善法。一切善法当中，以发心念佛为第一殊胜。发心，发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呢？就四相上来说，大乘经教多指四弘誓愿，简单的讲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跟下化是一桩事情，如果你分作两级，就不叫菩提心。上求佛道啊，正是为下化众生，因下化众生，这才上求佛道啊。求佛道为谁求的？不是为自己，为一切众生求的。啊，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学习佛法，认真的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为谁呢？不是为自己，为一切众生啊。为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我们自己把这个做出来，做一个转恶为善的样子给别人看吧。这个认真努力修行，不为自己。如果为自己，我们同学一定要清楚，要明了，为自己出不了轮回。啊，为自己修，将来的果报是三界有漏的福报，这是你为自己修。你为众生修呢，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超越六道十法界，为众生啊，不为自己啊。为众生不为自己，注意想想，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如果说一为自己，妄想执着分别通通在，道理就在此地。菩提心就是在这一念觉悟，一念回转，佛祖在经教里面开示很多啊，
我们听得太少，不够深入，所以在日用平常还是转不过来。这才教导我们要多听呐。我们今天学的不够，做的太少啊。我每一次到念佛堂去看看，到讲堂去看看，我们同学去参与的人不多。当然，个人忙着个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真正发菩提心，自己的事情固然重要，众生的事情更重要。庄严道场，弘法利生啊。讲堂里面，我们自己同学都不参加，自己同学都不重视，听众怎么能生起信心？因为我们现在的道场已经完全没有约束力了。完全看诸位菩萨自动自发了。跟我求学那个时候不一样。我求学，李炳南老居士对我们有约束力。我们跟他学讲经的人20多个人。任何一个同学讲经，一个不可以缺席。除非你生病。你要缺席，你就不是真心学，不真心学，你离开，不要参加这个班，参加这个班了，一堂课都不能缺，我们是被逼成就的。这个是学习的态度啊。课堂一堂课不可以去，同学练习讲经一堂课不能去。李老师独处一言，我们深受其利。同学在台上讲经，我们同学照例坐在第一排第二排。讲完之后下座了。下座不是没事了。下座老师召集在小教室里检讨。每一个同学都要发言。你听了觉得怎么样？他哪些地方讲得好，好在什么地方，一条一条说出来。哪些地方讲的不好，也是每一条都说出来。检讨改进。不是含糊笼统，不错吧。这个不行啊，哪里不错啊。很好，这个也不可以。好在哪里，要说出来。所以每一个人听都得聚精会神地听，
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啊。这种学习精神，我们同学应当要效仿。要学习啊，这个才讲意气精爽啊。再看下面第六句：妙化应光明天子，得净光普照众生身。令生欢喜信解海，下头的。这一句里的意思很明显。也很好懂。净是清净，净光普照众生身，前面跟我们讲了，智慧与身都放光啊。真实的智慧德行能帮助众生身心清净，这就叫净光。普照是平等利益众生，众生也能不欢喜。这一句里头关键的字眼就是净与光。净是德了，德行德行里面关键是在心地清净，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真实智慧。我们要积德累功啊，德是什么？自己一定要知道。在无量寿经上讲的，德是清净平等觉。这是德。功是什么呢？功是行，功恨落实，德落实在生活里面就是功。菩萨六度是功啊，要用清净心去修六度。
这就是净光普照。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处事待人接物，念念绕仪众生，不但令众生得益了，得最殊胜的利益。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来贡献。使一切众生得最殊胜的利益。往往我们也有这个意念，但是在世上呢，总是有许许多多的缺陷，这是什么原因？还是自己的心不清净啊？因为心不清净，你照得不够周圆，这一边照顾到了，那一边忘失了，疏漏的地方太多太多了，依旧是烦恼习气障碍自己的清净心。所以净这个词比什么都重要。净就是定，光就是慧。神通德能是从定慧里面生出来的。诸佛菩萨神通广大，用今天人的说法，多才多艺，这个人很能干了，他这个能力从定慧当中得来的，这是真实的、称心的得用。普照众生，这个普照就是平等的帮助啊，协助众生啊。帮助里面不要忘记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最高的目的，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为圣。84000法门，无量无边法门，都是以这个为目标为方向。所以才说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师表率，范是模范啊。诸佛菩萨
是一切众生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模范，那叫普照。用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这净光啊！做出来给人看，说出来给人听，这叫普照众生身。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日常生活不是为自己，为一切众生啊。修道人功夫永远没有间断，那也许说现在没有人看到我，可以放逸了。没有人看到你，还有鬼神看到你啊！众生身里头有包括鬼神在里头啊，众生不单单指人啊，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做众生啊。众生的本意，众缘和合而生起的，设法界一真庄严都叫众生啊！我们能看得见的众生少啊，看不见的众生多啊！为什么那么多众生我们看不见？我们今天这个眼根有障碍。这现在科学家证明，我们眼为什么能看到外面色相？靠光波的反射，我们这才能见到啊。我们肉眼能见到的光波非常下策，比这个波长的我们见不到，比这个波短的我们也见不到啊！我们只能见到非常下策的一个光波啊，这一小段的。通过科学的仪器，我们能够发现像 X 光、紫外线，我们能发现一些肉眼看不到的。诸位要想一想，假如有一天我们这个眼见的能力恢复了，各种不同波度的光我们通通都能见到，这个世界马上就变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才能看得出来。有没有可能呢？决定有。
佛菩萨有这个能力。佛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他同样的智慧的能力。我们今天的智慧的能力是被妄想分别执着障碍掉了，所以见许许多多光波里面只能够见到一个波度，听也是如此，声波。我们现在无线电广播就是长波短波，我们也只能够收听到一个波度，比这个波度长的听不到，比这个波度短的也听不到。我们有无量无边的大能，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变得很可怜了。佛给我们说出其中的道理，都是自己迷惑。造作许许多多罪业，障碍了自己的德能。所以佛家教学，中心就是破迷开悟，而以断恶修善作为破迷开悟的正上缘。如果一个人依旧作恶，依旧不肯修善，换一句话说，破迷开悟就没有份。这是说明断恶修善的重要，一定要从这个地方下手。怎么样转迷成悟呢？断恶修善，只要立一切相，就转迷成悟了。《金刚经》上说得好啊，立一切相，修一切善。立一切相，就立妄想分别执着，立这个相呢，修一切善呢，这个人就觉悟了。《金刚经》上说了两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是佛法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违背这个原则就不是佛法了。佛法跟世间一般善法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
生心，生普度众生心啊。帮助众生的心，教化众生心，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心，叫你生这个心。生这个心不执着啊，不执着《金刚经》的标准好啊，理相，立一切相啊，立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立相修善就对。决定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切，这一句话才能落实啊！你要不具备这个心行，这一句话永远不能落实。啊，一切众生怎么会对你生欢喜啊，生信心你所表现的你所说的他都能够理解啊，不但言说所以觉悟的人他全部的生活点点滴滴皆是无上道佛法里面讲的妙法了无量无边的妙法都在生活当中表现无疑啊，《金刚经》上显示给我们看的，释迦牟尼佛吃饭、穿衣、啊、入舍卫大臣走路。究竟圆满的佛法都在其中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事都多解释矣任何一法都具足圆满的佛法穿衣衣具足圆满佛法一切诸佛所设所行都在其中啊吃饭圆满佛法走路步步都是圆满佛法谁知道啊须菩提一类的人知道他们看出来了他们觉悟了生欢喜心切啊，赞叹稀有世尊啊！他只要一看见我们就知道他也入这个境界了他不入这个境界他怎么会看见他怎么能领会到哪一天我们也看出来了我们也就入这个境界了
我们没有看出来，那还是隔得很远呐。要怎样像须菩提一样能看出来呢？这个看出来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契入法界，入法界了。一定要把你所信所解所行融成一体，这才能入得了法界。如果把信解行分作三桩事情，分作三个段落，就入不了了，永远入不了。为什么呢？法界原本是一真的，要记住这句话。法界是一体啊。我们常说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心，一个心一个身。我们学佛，尤其修学大乘，首先要建立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佛知佛解。我们至见同佛，就能够如佛所见，如佛所闻。现在人家理念佛法讲至见，所以要跟佛相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